台湾的高海拔生态环境，高冷而严寒，提供古代冰河孑遗生物得以留存台湾。加上高山环境的隔离演化作用，台湾特有种比例高达50%，因而丰富了台湾生物的多样性。但也因其生存环境严苛，物种自有一套适应及演化的机制。